弟兄姐妹，了解救恩史中的圣喜预象及意义后，现在要说明如何举行圣喜圣事，以及谁可以领受洗礼两个主题。从宗徒时代开始，要成为基督徒，必须先培育基本的教理课程。这入门礼的培育，包含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时间可长可短，但内容应包含：一、聆听圣言，悔改皈依，宣认信仰，接受洗礼；二、领受圣神；三、领受圣体。这就是教会所宣认的三合一入门圣事。请问老师，灵洗有哪些重要的庆典仪式呢？圣喜圣事的恩宠和意涵，借着下列庆典的仪式和标记来彰显：一、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十字圣号，是以基督的印记显示领受者属于基督，同时表示耶稣借着十字架为我们赢得了救赎。二、天主圣言是启示的真理，因此以宣读圣言光照圣化后席者和会众，来感动参与礼仪的人以信德回应，因为信德与圣喜不可分割。三、主礼以驱魔仪式、附属祈祷或附抹圣油赋予后席者新生命，后席者以宣认信仰，明确地弃绝魔鬼，透过圣喜的行动交付教会。四、主礼以呼求圣神祷词，祝圣洗礼用水，好让接受洗礼的人能由水和圣神而重生。五、洗礼象征受洗者死于罪恶，进入天主圣山的生命。举行礼仪时，主礼以意味深长的三次进入水中，或在头上注水三次，说：某某弟兄，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复洗。六、覆抹圣化圣油，象征赋予受洗者天恩浩荡的圣神，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也就是说，受圣神覆油的信徒与基督融合为一，成为司祭、先知和君王。象征受洗者已经穿上基督，与基督同死、同生、同复活了。八、从复活蜡上引燃的烛光，表示基督光照了新受洗者，成为世界的光。九、因着受洗成为天主的子女，穿上礼服，参与羔羊的婚宴，领受基督的圣体。东方教会让所有新世人，甚至包括婴孩，接受监证及领圣体。拉丁教会则只允许能够运用理智年龄的人领圣体。
请问老师，什么人可以领受洗礼呢？尚未接受教会洗礼的人才能领洗。洗礼对于人的生命无比重要，因此要接受洗礼，必须有慕道期的完善准备之后，再接受信仰的洗礼。慕道的目的在于理解福音与教理，回应天主的召唤，并融入教会的团体，走向成熟的信仰。洗礼并不是出于人的功德，而是天主的礼物，是无条件的恩宠。因此，自古以来，教会就鼓励全家接受基督信仰，领洗。这劝勉也包括婴孩在内。老师，有人主张不要为婴孩受洗，让他们长大成人后自由决定他们的信仰，这样好吗？婴孩在诞生时就被与生俱来的原罪和软弱堕落的人性所玷污，因此唯有在圣喜圣事中才能重生，从黑暗的权势中获得救援，进入天主子女的自由国度。所以父母如果不让婴孩接受洗礼，便剥夺了他们成为天主子女的权利。父母亲或监护人不让婴孩接受教会无限恩宠的洗礼，就显示出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并非最宝贵的，或者这婴孩并非父母的最爱。因为父母亲或监护人肯定会把最宝贵的恩宠送给最钟爱的子女。教会要求婴孩洗礼后，也必须在他们能运用理智后，安排教理讲授的慕道期。因为洗礼的恩宠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性德也需要同步发展强化。洗礼的恩宠是否能够充分发展，父母或代父母的协助十分重要。热心和坚定的信德能适切地帮助新受洗的儿童或成人走上虔诚的信仰道路。本集的教理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再会。